我们也真的，所以压榨我们的厂。
好，那各位请就坐哈，我们继续今天的公听会，因为有蛮多位在登记这个第二轮发言呢，所以我们现在继续进行。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听各界的意见了，那主管机关就最后再留待回应。那首先我们欢迎谢英士律师二轮发言。谢谢主席，谢谢在座各位的这个参与哈。那我现在进行第二轮发言，我还是延续刚刚这个红十字会跟这个转型正义啊的一个关系来表达我个人的意见。在今年的3月11号，我们各位可以查一下，赖比瑞亚政府呢刚解散他们的红十字会，那么理由是。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跟一些员工呢，滥用这个伊波拉病毒的捐款啊，然后呢，他有一些收取采购医疗用品的回扣，也就是说他有这些所谓的贪赃枉法的事件。那么，赖比瑞亚的这个红十字会大概是在1919年成立的，那么历史相当悠久啊，但是跟赖比瑞亚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台湾跟他不一样的地方是，赖比瑞亚现在民主选举才刚起步，那么还整个国家在重建的这个阶段，好、哦，但是各位，我这样讲这个故事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他们姑且还找到一个真的所谓的贪赃枉法的这个例子，然后把他们认为贪赃枉法的人，把他绳之以法，移送法办，但是他也不是废法，如果你们上网去查。他的这个红十字会的专法还在、哦、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想应该各位会知道，我们台湾我们自己称自己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所以去我个人的信念、哦、就包括立法行为也应该要符合宪法，应该符合宪法。那我们看到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虽然有一个决定说要把红十字会废掉，刚主席也讲说要直接进入二读，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方式，到底是不是符合宪法？我是存在的疑问，因为有关立法，我们各位可能比较熟悉，像我们的《中央法规标准法》第20条或者是第21条，第20条规定说哪些法规，包括法律要修正，哪些法规应该废止，那。如果各位稍微耐心检视一下有关修正或者是所谓的废止的理由，究竟像各位刚刚在第一轮发言所听到的意见，有哪一个关于红十字会的所谓的指控不满，或者是他的历史的遗绪，甚至是个人的、啊、到底有哪一件是符合所谓的中央法规标准法第20条跟第21条法规要修正或者是废止的理由，各位可以好好看一看。可能更多我听到的意见，刚刚一轮听下来，对于红十字会的一些担忧、批评，甚至是不满，可能都是需要透过修正的，都是需要透过修正法规或者是法律的修正。那么，我还是引用刚刚这个我所提到的这本书，也就是哈佛的。一个年轻但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他所写的这个转型正义的书，他就提到转型正义，如果真的要谈转型正义，我们假设好了，假设台湾真的有转型正义的必要，因为我们要诚实的面对历史，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面对这个历史，那这个正确的方法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以 Kaufman 这个博士他所讲的，如果我们有非常多的方案可以选择，但是你选择那种道德上或者是法律上站不住脚的方法，那你不但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所想要追求的，比方说真相或者是社会的更和谐更融合，你达不到，你会适得其反，你会适得其反。那我们很沉重的讲，台湾的转型正义如果第一枪是对人道组织开，我觉得这是台湾的悲哀。我们有，假如有这么多我们认为社会不公不义的过去，我们面对那个不公不义的过去，竟然是
针对我们历史最悠久的人道组织来开枪，然后呢，理由是他过去的某些各位认为的不堪、不合法、不合理、不平等。那么两相对照，两相对照，好像有一点今非昔比啊，以今非古啊，以今非古这样的一个感觉。但这个不是真正转型正义要的，转型正义要的应该是可能有更宽容、更理性，甚至是在民主法治国家应该要更合法的方法，更合法的方法。老实讲，今天不应该因为是民进党多数党执政，包括行政跟立法，现在恐怕不知道司法。行政跟立法如果是多数党，然后用多数的表决方法，这又是哪门子的转型正义？不讲理，不讲法，不讲未来的长远，这样子没有道理，也没办法说服人。如果按照这个Kaufman 博士所讲的，用这样的方法来所谓的推动转型正义工程的国家，其实很可能是这个会适得其反。那我要特别沉重的讲，就是说，因为其实有很多立法的技术，或者是所谓立法背景的考虑。现在假如这个废除这个红十字会法为真，那么看起来红十字会是，如果我了解，它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伤害只有一个组织。过去可能是陈昌文，现在可能是王金峰会长，看起来好像是他们最没有反击能力，因为他只有数十个人。可是我觉得他背后伤害的是台湾对于和平、对于这个人道组织的这种信赖，对于这种所谓的和平或者是人道组织的这种奉献的精神，而这个精神才是我们台湾应该需要的。所以我说，有非常多可能对于这个红十字会的批评或者是指正，甚至是很多不合法的地方，假如你有，你就移送法办。刚刚讲的赖比瑞就这样做，你真的如果有失职，你就移送法办，换掉会长，换掉副会长，换掉理监事，全部都应该换。但是这又跟什么修法或者是废法有什么关系？那如果真的要谈到组织改革，好好检视一下，现在内政部是民进党，这个卫福部是民进党，好好的来监督，好好的来参与。我们心目当中，即使是绿色执政，如果有绿色保证，那你的人道是怎么做？你的国际人道是怎么推？好好来见识一下，好好来见识一下，用这样正面然后积极的作为来考虑所谓的红十字会的这个法律专法的这个存废，可能对我们的将来、对我们的人道、对我们的这个和平才是真的有帮助。谢谢。好，我们谢谢律师第二轮的发言。接下来我们请徐孝慈处长。主席、各位与会朋友，第二次发言。我想刚刚先针对刚刚因为一些与会的学者专家有讲到关于劝募的一个问题哦，那我这边想先提出来是说我们看到卫生福利部今天提供的书面资料里面第一页的这个第一点有提到说，红十字会经过理事会通过，可进行向国内外募捐，相关劝募行为及其管理不受公益劝募条例规范。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陈述是不合事实的。那所以我们希望待会卫生福利部的主管机关可以就这个部分做一个说明。那目前红十字会在跟一般团体的一个依照现行的法制，它的一个唯一的差别是它的在紧急募款之后，它的紧急募款的起始的权利确实是经过理事会议通过之后进行向国内外募捐。但是事实上在这个理事会议通过之后，后续所有的一个行为呢都仍然是依据公益劝募条例跟相关的法令来办理，包括我们要把劝募的结果报卫福部核备，同时募捐的这个结果以及这个募款的计划开始执行之后，它的一个进度的报告跟财务的报告以及最后结案的一个报告等等。我们其实目前红十字会都是依照公益劝募条例的一个做法来进行，所以这部分我们要特别的来说明跟澄清，也希望待会卫福部能够
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另外第二个部分是刚刚黄定颖律师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在上礼拜了解到说黄律师在这个卫福部的网站上面有看到一笔资料，那这个公益券募的这个管理系统里面呢，上面有登载说1995年12月27号到1996年2月18日，红十字会有办理一个募款活动，那募款的这个金额是6亿多，但是没有任何相关的一个资讯。但是我们经过内部的这个查证确认，在这段期间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募款的活动。那我们也不了解为什么卫福部的公益券募管理系统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误载。那我们在5月27号的时候就已经去函卫福部要求更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这边再做一个说明，那也希望待会卫福部能够做一个说明。好，那接下来我的第二轮的这个发言部分，我其实因为刚刚提到的是针对在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红十字会它的一个国际的机制跟它既有的一个管道。那刚刚大家也很多的前辈跟先进也有提到，红十字它的起源其实是跟战场是有关的。那整个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和日内瓦公约也是非常的密切的相关。那大家现在听到日内瓦公约，其实觉得说好像很抽象。我们这边有整理出来，其实日内瓦公约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条文是具体的提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各国红十字会的任务。那同时呢也提到了在这个公约里面提到了对于红十字标志的一个保护，以及对于红十字标志滥用的一个罚则。那这些其实都在整个日内瓦公约的四部公约以及两个附加议定书里面呢，其实都有明确的一个条文的规范。那日内瓦公约在一般国际上是也是把它通称为是国际人道法的一个主要的规范。这日内瓦公约它的内容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保护战争时候的武装冲突时期的伤病兵、战俘，还有最重要的也就是平民。它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即便是在战场上面，我们认为最没有办法进行到人道保护这样的时刻，它还是有最基本的一个人道的保护的标准需要遵守。那日内瓦公约目前呢是全球有196个国家签署批准。刚刚有与会专家学者有提到，台湾在1949年的时候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但是因为当时时局的关系，所以国内并没有完成批准的程序，当然也就没有存放。那时到今日，当然目前来讲，我们就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但是日内瓦公约在全球196个国家都签署的状况之下，它已经是一个习惯国际法，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缔约国，你都应该要遵守。更何况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的时候还是签署国，这个是无误的。我们当时是派驻瑞士的公使吴南如在1949年12月的时候有签署，所以我们当然应该是代表我们政府是认可这样的日内瓦公约里面的一个相关的规范。那这个部分是我想这个是我们红十字会呢，因为日内瓦公约赋予各国红十字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任务，所以台湾的红十字会也非常积极的在国内呢推展日内瓦公约它相关的内容。虽然这的确是一个冷门的科系，那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举办了纪念日内瓦公约150周年的研讨会，也邀请了 ICRC 东亚办事处的副代表 Vincent 来到台湾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跟 ICRC 之间有明确的连结的再一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明。那当时ICRC 东亚办事处的副代表 Vincent 他在参加会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提到了台湾红十字会的存在对于国际救援、两岸的外交倡议以及本身台湾的事务其实投入极大的一个心力。那同时也体现了日内瓦公约这个以来的通过之后全球的一个人道传统。那同时呢ICRC 对于台湾红十字会办理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其实也是给予非常高度的一个肯定。那下一页。另外同时呢我们每一年其实也都在国内的大专院校来推动这个国际人道法的模拟法庭竞赛。那事实上刚刚有位在
今天应该有个语坛人是文化法律系的、这个主任。事实上文化法律系的、学生们呢，其实、历年来也都有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国际人道法的模拟法庭竞赛。那当然去年是没有，但是他历年来他也是其中的、一支队伍。那主要的这个队伍，台大、东吴、政大、台北大学等等、哦、那红十字会呢，会协助得到冠军的这支队伍到香港去参加由 ICRC 主办的亚太区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那所以我这边这一节我想要提的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个专法的问题哦？专法在台湾并不是台湾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全球就我们的了解呢，有157个国家，它是以专法，或者是像英美法系的国家，它可能像英国，它是用 Royal Charter 的方式来针对这个红十字会它的任务去做一个特殊的一个规范。那同时呢，就我们所了解到，各国的这个法令里面呢，不只规范了红十字会的任务，它基本上呢，在开宗明义都提到了。这是基于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他愿意遵循日内瓦公约，所以他依据日内瓦公约对于红十字的一个特殊的地位跟任务呢，做出这样相关的法律规范，同时在法令规范里面去保障了红十字标志以及名称它的一个专用性，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所以我这边做一个结论，就说红十字会它其实在两岸在国际在国内的救援上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援的组织，同时也是连接外部资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那我们认为今天各位与会的先进有提出非常多的一个针对目前现行红十字会法不合时宜的一些意见跟指教。那我们认为呢，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透过讨论来思考，到底台湾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红十字会，能够让红十字会更能与国际接轨，更能体现日内瓦公约的精神，那更能变成这个国际社会的一部分，那同时呢也更符合人民的期待。至于要如何的公开透明或是增强它的一个外部的一个监督力道，我们认为这些议题都是可以透过修法来解决的。那同时更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将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希望能够重新再加入 IFRC 的话，事实上一个国家有没有批准日内瓦公约，有没有也就是我们现在看要如何的进行日内瓦公约的国内法化，以及一个国家是不是以本国的法律去规范红十字会它辅佐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这两个都是要能够成为 IFRC 会员国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我们希望说针对红十字会法废法的议题呢，能够做一个非常审慎的思考，而我们的立场就是修法而不是废法。谢谢。好，我们谢谢这个徐处长的补充说明哦，特别是后面就是如何把这个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国内法化的这一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思考。台湾最近这几年呢，我们把很多联合国的公约，我们都试图把它国内法化，包括儿童权利公约、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公约，还有包括 CEDAW 的，就国际上的公约，我们都试图透过国内法化来希望跟国际接轨哦。所以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大家是可以去追求跟努力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请陈玉龙律师二轮发言。主席，各位先进，那我是陈玉龙陈律师，这是第二次的发言。那刚刚第一轮的发言呢，我们看到了红十字会法跟劝募条例的部分。那当然，这个刚刚有这个红十字的会员的部分有来强调说，红十字会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适用到劝募条例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整个红十字会法里面，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它关于劝募的部分它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没有错，我们在施行细则红十字会法的施行细则第16条的部分，第16条的部
分。是在第十六条的部分，其实有看到说红十字会法哈这个部分应该要定这个募捐的这个办法。那没有错，这个部分也许他们到时候可以说啊，我们这个部分是参照公益劝募条例的部分来做定。但是如果有一天，红十字会他们又决定说，我们再来变更这个办法，反正我们这个办法并没有，红十字会法并没有直接受到联合劝募条例、公益劝募条例的这个拘束的话，这个部分我们又该怎么办？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法制或制度上的不平等性。好，下一页，谢谢。这个部分其实在刚刚的许多这个与会学者专家也有提到说，其实整个红十字会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是在于说他们的暂时特例，也就是在32条到34条之间这个部分，有许多是一般国内的这个所谓公益团体并没有适用的部分。没有错，这个部分也许没有，但是呢，我们其实看到32条到34条的部分，32条说什么？他说我们如果战争的时候，这些红十字会员的救护人员，他要比照什么？他要比照一个政府的一些相关人员的一些制度，甚至他可以在34条的部分，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直接跟政府要求一些资源来做一些分发，这些部分合不合理？我们可以再讨论了。那至于在公益劝募条例呢，这个部分呢，其实坦白说，是不是完全没有空间？也不一定。在公益劝募条例第6条的部分，原则上政府虽然不可以主动发动这个劝募的这个部分，但是例外的时候，如果有遇到重大的灾害或是所谓国际救援的时候，在这个国际救援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有所谓文字或是法条文义法学解释方法里面这个解释或这个迂回的空间？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再讨论看看。下一页，谢谢。所以呢，我们把红十字会法跟劝募条例的部分比较完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红十字会法的募款其实是家务事，他们只要经过自己的理事会同意就可以。可是呢，对其他的社团来说，例如说遇到一个风灾，或是遇到一个什么东西，他们要去申请，他必须要动整个组织的力量去申请啊，然后去跟内政部这边去跟他们谈啊，要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又赶快要这个行政费要扣多少，这些东西其实有一套绵密的一个规则跟一个规范。那红十字会在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就不需要，或者是说他在法条的文义上就不受到公益劝募条例的这个拘束？这个部分我们是非常认为有质疑的这个部分。那再来的部分就是说，红十字会法的暂时特例的部分，也许如果我们真的到时候有把红十字会法废掉的话，其实在公益劝募条例第6条的部分，是不是有办法把它含涉进去？这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再讨论看看。下一页，谢谢。最后我的这个其实这个报告的第3个部分，就是在于说，如果呢你把这个红十字会法跟人团法比较之后，你会发现红十字会法它有一些毫无理由，也许是历史产物，是时代产物，下面它有一些很优惠的规定，而且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些相对落后的规定。这个部分我们刚刚有讲过，它有5个落后的部分，有3个优惠的部分，这些东西坦白说它违反了平等性，而且呢，事实上我们也看不出它有所谓单独立法的必要性。那跟劝募条例的部分，其实我们都知道说红十字会法它是个法人，那其实其他的公益团体的这个社团它也是一个法人，如果都是法人之间，基本上应该受到宪法第7条平等性的拘束。那如果你要做一个这个差别对待的话，你必须要有合理化的事由。那在看了这些东西之后，其实坦白说你看不出说红十字会法它有什么特别坚强的理由，一定要有一个单独的立法，它才能去国际上参与这些事务。下一页，谢谢。这个部分没有错了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在外国立法例上面，美日韩啊，它有这个专门的立法。那这个在英国、澳大利亚、荷兰这部分，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单独用行政命令来设置一个红十字会的一个规范，这没有错。但是重点是什么？其实重点是台湾根本就我们就没有签到红十字会法，所以你单独的留了这一个法，是不是在目的上有的确有它的正当性？这个部分我们是非常的存疑，非常的存疑。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的这个就至少就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是说，我们应该把红十字会法废除掉，然后呢回归到一般所谓人民团体法或是所谓公益劝募条例的这个制度之下，让它跟一般的
所谓的团体接受政府的监督，还有这个管制的部分，那整个制度里面它才会公开，才会透明，这个部分才会取得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信任。那最后我们也必须提到说，在这次台南的这个赈灾里面，这个当然是媒体的这个平面报道，他们有提到说红十字会这个捐款的部分好像有一些下滑的部分，当然这部分我必须强调是平面媒体啦。那与其我们也非常尊重红十字会这一些年来这个不断的对这个国家或是整个社会或是国际上的这个付出，只是说我们为了要爱护这个红十字会，我们必须让他接受一些挑战，让他放在这个平台上面跟其他的社会团体一起竞争，这样子才能显现出红十字会的伟大。谢谢各位，谢谢主席。好，我们谢谢陈律师的发言，接下来我们请黄帝颖律师。主席，各位先进，那就刚刚陈云龙律师所讲到的红十字会法跟这一个公益捐募条例，我再跟他做点补充也就是说，从制度上面来做比较，红十字会法的29条，它确实直接用理事会通过对国内外捐募这样的条文，它在目前卫福部的做法说它无需报部，这个做法其实解释上是合理的，因为在公益捐募条例第7条的规定它是讲说应该具备申请书及相关文件，向主管机关来做一个申请许可。那你从29条跟红会法的29条跟公益捐募条例第7条做一个比较，其实某种程度会被解释成特别法去排除掉红会必须要去申请捐募的这个依据。所以因此卫福部目前的这个官网上面找不到红会的相关的资料。那唯一一笔就是刚刚红会这边特别否认的这一个6亿1943万7468元，这一笔它叫做实募金额，而它的捐募总支出是0元，这就变成说原来有6亿多不见了。而红会它一直不断的认为说这个登载有问题，那我们卫福部上面也讲说这个东西无需报部，变成一个罗生门，到底这个到有没有这笔六亿多的？红会说没有，那卫福部登载说有，那人民要相信政府机关还是相信红会？我认为这就是制度所造成今天红会为什么会被社会来做质疑，因为这样的一个专法，它导致了我们很多人民在质疑说红会因为基于专法而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待遇。那我们刚才讲到国际上面，包括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英国、澳洲、荷兰等等，他们并不是用专法来处理所谓的红十字会，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规范。那因此有一个论述去讲说，好像会废掉红会法之后，红十字会就消失了，就灭失了，好像是去否定红会的努力，乃至于去切断国际的连结。我想这个部分都是一个法律上的误解，因为废掉专法之后，并不代表这个法主体会消失。这个你可以参考在1993年6月23号，立法院也废除掉邮政总局组织法，请问邮局还在不在？还在。这法主体并不会因为专法的修法而灭失。其实这部分有一个衔接的功能，在民法的规范，在人民团体法的规范，红会这样的一个社团法人要继续延续，在专法的废除之后，并不会它因此而消失。所以因此会不会等于废掉专法就切断了国际的连结？不当然。会不会等于废掉专法之后而抹煞了志工的付出？不当然，反而是因为废除专法之后，可以让我们志工的付出，让我们包括我们义务救生队的付出，大家出钱出力的付出，不会因为专法说有特权而受到扭曲或误解。所以认为废除掉专法，某种程度是让红会浴火重生，重拾人民信赖的一个方法。我必须要这样子讲，我要延续刚刚徐处长的一个讲法，我要呼应他的说法。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日内瓦公约里面有关于红会的标志，有关于红会的名称，在国际上面，因为它有它的专属性，应该予以保障。那我们要思考的是，废除专法之后，回归人民团体的竞争，回归掉公益捐募条例的一个适用之后，那人民重新信赖红会，那这个标志上面或者是名称上面如何获得法律的保障？我们在过去，包括人权两公约，我们用国内法化的方式，用这样国内立法的方式，让它与国际接轨。那如果红会有必要认为说日内瓦公约有关于名称、有关于标志、
有特别保障，我们要跟国际上做接轨，也应该思考的方向不是说我今天要去巩固一个有特权争议的专法，而是要去思考日内瓦公约如何循着人权两公约的国内法化的方式，让国内的立法来特别赋予红会，包括它的标志，包括它的名称，是不是跟国际上能够同步？应该循的是国际上的思考，而不是用专法来巩固啊有特权争议的思考。某种程度，红会在做公益付出，不应该有这种什么 无限期连任，乃至于哦规避公益救募条例这样的一个现行的法制漏洞来抹煞大家的贡献，应该跟国际接轨。日内瓦公约如何透过国内法的化的方式来保障目前我们跟国际接轨的红会运作？我想是立法部门应该思考的方向。谢谢。好，谢谢黄律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陈文良总监。待会那个卫福部必须非常清楚的说明哦，刚刚黄律师指出来的这个六亿的这个资讯登载的问题，你们现在赶快去查，待会一定要跟这个委员会这边做报告。如果是不实的资讯，这个事情也蛮大，你让这样子的东西一直挂载在那边，那这个事情你们要彻查清楚。另外一个，红会他们有没有适用公益圈募条例？刚刚他们明确指出来说，你们今天的报告他们是有点是抗议的、哦、你们说均不受公益圈募条例的规范，恐与事实不符哦。这个部分这两点待会我会优先邀请这个卫福部必须先做说明。好，我们请这个陈总监。好，陈文良第二次发言哦。刚刚两位律师把这个法的比较做得很清楚的一个比较，但是呢我必须在这边说明一点哦，公益圈募条例是2006年通过的，那红会那个红十字会法是那个1953年通过的，所以不是那个给红十字会特权，而是我们公益圈募条例很晚才通过。那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用修法的方式让那个红十字会关于劝募的部分比照公益圈募条例，事实上在那个卫福部管理募款的时候呢，是同一套的那个工作人员在做管理的啊。那事实上在红十字会里面也有卫生福利部派这个会计师来的做公益劝募的查账的，所以实务上是有，我觉得在修法的时候把它修进去那个红十字会法，我觉得这应该是可行的。另外一个部分，在实务上我们有自立那个联合劝募跟红十字会都是公益自律联盟那么的发起单位，那我们都是主动把财务报告把业务报告呢上传到网站上面对社会公开，当然这跟法律无关，可是在实务上我们是这样做，所以可以考虑像这样的一个实务的情况我们如何入法。那再来人团法的部分，同样的会长的那个任期我们可以修改，那甚至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制度，就是一个惯例啊，它不见得在法律条文里面出现，每一次政权轮替的时候呢，邀请现任的总统或副总统那么担任或是那个第一夫人等等，就是说高政府的高层那么具有那个社会的一个号召力的人来担任荣誉会长，我想这样子的惯例让社会能够知道说其实这是一种权力高层的社会责任。那在很多国家，比如说日本的红十字会，他的社长是一位亲王，那他们的理事里面有很多大家所谓的权贵，但是其实那是给具有社会地位的人的一种社会责任。那在很多国家里面，这些具有身份地位的人的目的是要能够动员募款啊，所以我想这是有很多实务上跟法律上我们可以同样来考虑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公益劝募条例的部分，附带提到啊，事实上从2006年通过到现在，实务上的确它造成公益团体很多业务上申请过程的负担，那正在讨论修正，也许也请大院能够考虑啊，未来在我们经过了这10年公益活动的一个实施经验里面，这个法老实说我个人的立场呢，真正该废的是公益劝募条例啊，应该政府回归到税的上面去管理公益活动的那个所得，而不是去在活动的这个申请上面去给公益团体很多申请程序。所以刚刚两位律师提出来的比较，它的确是事实，相对好像看起来这个红会只要理事会通过，而其他的公益团体那么需要很多的程序来申请，那问题会是在人民团体法跟公益劝募条例需要修正，而不是说好像这个红会法
它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特权。我觉得这两个我们需要厘清了以后，才能够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法律，然后让红会法可以具备它应该有的社会地位跟国际交流的便利性。那以上几点就交于各位，谢谢。好，谢谢陈总监，他刚才是指出实质在运作上面呢、哦，跟法令上面，恐怕现在大家的理解是有所出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李子文教授，李教授在吗？赵伟，各位贵宾，李子文第二次发言。那刚才那个宇晨律师谈到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现在事实上这个，因为我们国在国际社会上，从1971年10月25号纽约时间晚上，开始到现在，已经在国际社会上没办法再签署国际公约。那1972年2月，那当时那个在希腊的那个当时是哪一位那个秘书长的这个指示之下，所有我们从前从1949年。11号开始到1971年10月25号之间，所有签署、批准、加入、接受法律一切文件，全部把它消除。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不可能签署。所以因为他不可能签署，所以说就不必参加。这我想这个理由倒并不是顶定的幸福，因为国际社会的一些国际海洋法、国际习惯法、国际人道法，是你不想遵守你也得遵守。假设说有一天我们跟对岸的大陆发生冲突。我们跟越南因为这个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我们跟菲律宾发生冲突，我们还是适用国际人道法。所以你喜欢你不喜欢，就是要适用，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到的问题。那既然你不喜欢怎么办呢？我们只要把它变成国内法化。我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但这是一个国际现实。那第二个呢，我要提到那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大家我想不论是正反，没有人对红会的那工作人员有任何的批判。基本上他们都是人机己逆，人机己机，人逆己逆。那么他们在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努力，他们也不是国家的这个情报人员或情治人员或警种人员。那这些人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在现场赶时间、抢时间，在黄金时间72小时之内要救人。那如果这样的话，任何这个以后的这些举措不应当影响到这些这么辛勤人员的这些工作的权利。那第三，我也一直感觉到，就是说，大家一直讲到这个，因为动不动就讲这转型正义，我想大家不太讲这个对转型正义要想清楚。那是不是说这些红会的工作人员、历任的会长等等等等等，他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滔天，这个犯了很多的天条，然后呢违反过社会公序良俗，侵犯到最低限度的正义，然后你知道啊，全拿了钱之后就不报。那个赵伟只是说卫福把这情说清楚，因为这是红会能不能存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说你有拿，那说我说我没有拿，到底有没有拿？我想这个事实就摆在眼前很清楚，只好这样子了。那最后一个，我感到很遗憾的是说，这个好几个人讲过了，说这个转型正义的是一个西洋人的理念。那其实如果是讲转型正义的话，请问在苏联革命之后，他们这样子的所有沙皇时代的政府把它杀掉，把它改，是不是叫转型正义？1949年10月1号之后，那个上台了这些共产党，好多好多国民党那些，是不是叫转型正义？1975年4月，北越统一南越之后，所有的行为是不是叫转型正义？那转型正义是不是说，只要我掌权，我就可以所作所为，我都可以做？如果说掌权就是所作所为都可以做的话，叫转型正义，那不叫转型正义，它就是不是一个 transitional abuse of power， 那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建议是，这个转型正义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是说新上台政权有权利把旧政府的一切措施把它推翻，这叫转型正义吗？或者是说新上台政府把旧政府的这逐渐检讨？那当年大陆在上台之后，他也是就是反正现在掌权了，我所有的推这什么清算斗争。后来他发现呢，国际社会上不是这样做的。那觉得在那个民国元年，在民国元年三月，当时这个中华民国刚成立，中华民国新政府刚成立的时候，这中华民国新政府的参议院临时参议院通过一个规例，他说清朝已经消灭，民国政府已经成立，可是呢，我们的立法的速度还赶不上，所以呢，只要清朝的法律符合三民主义的立国精神，符合共和国的这个理念，我们都可以一体沿用。所以把清朝法律的
里面那个大清现行律一直把它沿用，大清现行律，然后再行新行律，然后呢，大清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一直沿用到我们制定新的民法、新的刑法为止。所以我想这个是，其实讲起来的话，这么多例子的话，当年民国元年时候，当时是孙中山先生所作所为，跟大家所说，是真的是很转型正义。他承认，我推翻前政府，但是法律还立法不够，我暂时先沿用，有什么不对，我把它改。改了之后呢，后来民国立法都结束了，好，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最后有一点我要这么讲，在每一个在此地生活的人，感到说我们国家这样子很窝囊。看到我们外交官这样遭到驱逐，我们到那边之后呢，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然后我们是这个走达到呢，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这个是每个人都感到很挫折，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突出，把它突破。可是呢，你要突破要有方法，你如果说突破方法不对的话，你会造成反效果。所以如果说是假使有这个心说，我们把这个 Red Cross Society of Republic China 改成台湾 Red Cross 的，那不一定能够出去。但是你看你怎么改，难道你改成 Chinese Taipei Red Cross Society 吗？还是说这个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就是我觉得要突破是大家共同的这个理念。可是如何突破是大家要好好的研究的。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说假设我改名就能突破，我想这个方法是未必是错误的。谢谢大家。好，我们非常谢谢李教授。那最后我们邀请的是陈世奎前秘书长。主席，各位先进，我想刚才有一位先进谈到说有关于这个就是民意的会长的事情，我在这边特别补充说明啊，其实过去的历任的总统，包括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先生，都是红十字会的民意总会长。那么现在呢，我刚刚才去查证一下，王会长他跟我讲说，现在这个红十字总会也邀请的蔡总统担任红十字会的民意总会长。我想这是一个历史的传承。我曾经在北京的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个他的会议室跟他的那个档案室里面，我就看到蒋中正先生也是曾经的一任的总会长，我想这个是一个历史，我在这边补充做一个说明。那我想我在这一次第二次发言，我就是要强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关公益劝募条例对我们红十字会到底有没有管理。我想这边有一份资料请各位看一下，这份资料叫做卫生福利部103年度委托办理102年度办毕之劝募活动，募得财务类使用情形及流向查核，然后底下就是一个公益劝募查核报告书。我为什么拿这一份？因为这一份里面写的就是我自己在募得的两份，一个是汶川赈灾专案，我募得了16亿，最后的查核的结论，查核缺失5，好，这个是第一项。第二个报告是这个88水灾专案，这个时候也是我当秘书长，他的这个时候募得金额52亿。52亿，他整个查核过的一个结果里面，最后查核缺失5。我们红十字会一直在接受以前的内政部、后来的卫生福利部的查核。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不要把它诱导说这个从来红十字会不受政府机关的管控，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而且我们在里监事会里面有三位的监事是属于财主单位的。财政部的主计长、主计总处的副主计长，还有我们的审计部的人，他三位在一天到晚来看我们的财务报表，我们什么时候不受政府的监督？另外呢，我想刚刚提到说这个我们这个会法跟这个人团法跟公益劝募条例的一个中间有一些憨格的地方，我必须说明，翁志伟啊，早于这个人团法跟公益劝募条例。我怎么可能在当时立法的时候知道后面的人团法跟公益劝募条例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方向跟他的做法？所以刚才我非常赞佩非常敬佩这个陈律师啊，他提出来说对于这个红十字会啊跟这个公益劝募条例的一些比较，他提出了三种迂回、五种落后。其实我非常支持你的意见，可是从你这个论述的过程里面，我是论述到说，那这应该修法嘛？按照你提出来的三种优惠、五种落后，我们来修嘛？我觉得为什么是要提到这个？
提出了这些落后的话，为什么最后导致结论是说要废掉法？我跟各位报告，157个专法，国家立有专法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废掉。即使你废掉一个专法，好，我想刚刚黄律师特别提到了，我不晓得黄律师是故意还是说不知道，还是说你故意有意的忽略。你刚刚黄律师提到邮政总局的组织法废掉以后可以废，没有错，但是他立刻制定了，立法院立刻制定一个特别条例。你今天要废掉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以后，你有没有要制定一个特别条例？有没有要制定一个专法？这个牵涉到你跟国际社会里面157个国家里面有专法，你废掉以后，你是不是就没有了？我觉得我要求这个答案。我们的志工，我现在我是站在志工的立场，我们志工立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法令。我们你帮我们废掉了以后，你后续的东西是什么？没有，没有告诉我们。你今天修法，我们提出的修法方向，陈律师提的修法方向，我绝对都赞成。那个我觉得应该按照这个现在的话，那个现在的发展，我们应该做一个修法，我觉得是赞成的。但是红十字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几位先进也提到的，他有个暂时特例。为什么要做暂时特例？因为红十字会的发展就是为了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嘛。我们要做战俘，要做这个那个协寻失散的家人。红十字会做了多少年？因为国共战争所中间的两岸的隔离以后，我们做了多少协寻家人的工作，这个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工作就谁能做，红十字会做。那也做了这个两岸见证遣返，两岸没有关系的时候，谁能够做这些两岸见证遣返？就是透过两岸红十字会之间的关联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责任。我们今天红十字会想要做的，就是说我们把国家责任这份充分的替国家做好。假如说你们大家都认为说，好的，你们就是我们就是鱼肉了，你就来砍来再做了。但是我要求一下，今天假如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的话，那我真的会要求，拜托把红十字会这个神圣的标志还给我们，尤其是卫福部，你们在紧急医疗里面规定说，救护车可以用红十字，为什么可以用？红十字会是我们专属的，我们为什么要给医院用？我为什么要给救护车用？我觉得大家都在考虑，这些都是应该后续配套的。我觉得今天要做一个决定很容易，但是后续的配套怎么做，我希望大家好好再做一下思考。好，谢谢陈秘书长的发言了。那我想今天与会的人员呢，我们充分给大家时间了，大家都有二轮的机会，也都发言完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主管机关先来做回应哦。首先，卫福部因为今天被点名的哈，被提到的比较多，我们先请卫福部哦。刚刚本席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一个你们为什么在报告里面呢提到说相关劝募行为及管理捐红十字会均不受公益劝募条例的规范，那实质上？刚刚这个陈秘书长指出报告，你们自己都有实质的财务查核报告，为什么出现这样子的内容哦？必须说明哦。那第二点是六亿的，黄律师在提到的这个六亿的这个事件哦，到底是错在卫福部这边？红十字会主张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为什么在卫福部的官网上面出现了六亿？那黄律师其实也提出质疑哦。我想这两个问题优先回答，我们是不是请次长上台？主席、各位委员、理事大家好啊！我想从今天大家的讨论的与会者的发言中，就法律来看，不管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的第29条规定，或者是我们《公益劝募条例》的第3条规定，就法律上来看，《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依上述规定相关的劝募行为及他的这个管理都不受。都不受哈，均不需要受公益劝募条例的规范。我想这是第一个说明，就法律上来说。那我们的第三个，在我书面报告的第二页的第三项说明，因为有很多的事件引起社会大众的关心，监察委员也在99年哈，这不99年哦，100年的时候也开始要
关心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候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内政部就跟这个红十字会去做了一个协调，就一个共识。这共识出现的就是这上面写的三件原则，就是因为该会的衡量该会的特殊性、民众的期待，以符合社会观感的考量，就是跟红十字会协调共识，就是希望他能够类推公益劝募条例的方式来做这个管理跟办法。那我想这个希望他能够财务能够透明，那也可以符合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是解的是说这个事情的发展，就是用一个类似用不要说道德劝说了哈，用是说相互沟通去协调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哦，那我想这个事情后续是有一些些的来往或者一些办理的情形，我们大概请司长把这个脉络讲清楚。那刚刚这个委员说有关于这个六亿元的事情哈，我想这是这样讲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年代久远嘛，因为上面记载大家都看得清楚，是1995年12月跟1996年之间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组织再造这个部会之间的移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会尽速回去了解是不是资讯就是这个 key in 的系统从以前到现在是不是有哪些的问题，我们也在查证我们也在尽速会去查证中。好，市长，这个查证你要多久时间？可不可以越快越好？多快？我们尽快，我们尽快，明天。这个，因为这种讯息，我想如果不是正确的讯息，主管机关有必要尽速澄清，好不好？好，这个三天了，因为这个还要去查以前的历史，然后也希望红会这边有没有会议记录，我可以参考这些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好。好，我们处理。红会已经刚刚明确表达说他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他们是很纳闷说为什么卫福部的官网会出现这样的资讯。好，我们回去研究，我们回去研究就查证，我们来。我想今天三天之内我们就来这个答复哈。我们三天之内，今天是礼拜四哎。三天之内你们会变成是礼拜六哎，你们跟谁答复？好，这礼拜六上班。我们这个礼拜六上班。好，礼拜六回给卫环委员会。就是正式公文行给卫环委员会，告诉我们正确的资讯是什么。那如果主管机关如果是你们有误指的话，我想这个部分你们要负起这个行政上面的责任。好，来，请司长就那个我们那个后来办理的情形，就你们说有报备我们嘛？好，那我们怎么做？我们请他回答好不好？请司长请。赵伟，还有我们与会所有的出席的与会代表，大家好哦。我想长期以来，其实红会跟我们政府部门在救灾的这个部分，确实我们扮演了一个很好的伙伴关系。所以我想一直以来，诚如我们刚刚市长所提的哦，依法事实上红会不报我们许可，不报备给我们，其实并没有违法。不过也确实是有过去前面刚刚市长所提的历史，那也基于大家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伙伴的关系，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这个救灾的任务能够真正的被社会看到，而它是真的是透明的。所以当时哦，在102年，我想回溯这样的历史，确确实实在102年开始哦，那我们每一次哦按季就会邀请。我们都会用 email 的方式，他因为他不用受公益劝募条例的规范，所以我们会邀请他们按季就他们整个执行的情形回报给我们。那同时我们也要求他们参采公益劝募条例能够公开征信。那这个部分确确实实红会在整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有朝这方面来走。那当然我们更进一步，事实上我们每一年都会为我们公益劝募的这个大的账目，尤其是对外公开劝募的，我们会请会计师去做查核。所以我们事实上也把公益把那个用抽样的没有全部啊，因为事实上红会有一些只有救灾的这个部分重大的灾害哦，我们就请我们的会计师去做账目的查核。以最近这一期哦，当然之前我们从100年开始就有来做这样的一个查核，那目前整个在账目上是整个还尚符规定哦，所以我想必须做这样的说明。那当然，在整个法的做公益劝募的主管机关，还是希望既然红会已经朝着公益劝募的方向在走了，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这样会更好做事。我们基于整个人民团体的衡平性的考量哦，
真的就回归公益劝募条例。那我想这样一个理念应该也是红会也不反对的哈。那至于刚刚提的那个案子哦，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因为这个案子是在民国95年到96年，那我们主改是102年7月，那因为时间比较久远，那那个系统过去旧的系统，我们在账目上在系统上确实看到了，那我们一定会回去了解清楚，我们也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事情厘清。好，那我想刚刚招委特别指示礼拜六时间，我们一定会朝这个时间来努力。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那个卫福部的说明。那两位先请回哈。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内政部邱长武次长。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刚聆听了非常多宝贵的意见哈。那当然背后有很多我们志工努力付出的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哈。其实站在个人立场，我是非常感同身受的。那么以下我仅就相关的书面资料我们也有提供给大家参考，以下我仅就做三点意见的一些补充来说明了我们内政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立场。那么首先就是红十字会成立以来，那到目前为止它其实还肩负了许多重要的一些公共任务，那么包括协助政府办理国内外的灾害的救护，还有国际人道援助，那么暂时伤病的一些救护。那么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也是持续在做，刚刚陈秘书长一直提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担任两岸执行遣返跟接受作业时的一些见证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功能跟任务。那么换言之，我们红会的存在的确有它的历史意义地位跟它的功能价值，站在行政部门立场完全肯定它的功能意义，这部分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绝对不去否认，也没有去一笔抹杀。第二个，不过我们近年来随着我们台湾民主化的转型，那么民众对于红会的一些有很多的质疑跟批评，那么刚刚大家也谈了很多，譬如说会长任期的问题那政府代表里监事的这些功能不太彰显，那么在劝募的时候呢，他可以经过理事会的同意就可以办理劝募，不需要跟一般人民一样需经主管机关的许可才可以办理。那么而且我们也接受到很多的分会的一些意见，认为说总会跟分会之间内部关系有一些纷扰，那么换言之现行法的确有一些若干的规定不符合现况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些需要哈。因此我个人是认为说红十字会的组织运作跟会务的管理，那么的确有可以被讨论及再检讨的必要。那么大家都很清楚，内政部依现行法的规定是红十字总会的主管机关，其实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红十字总会，我们红十字会更好更健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它财务更透明，会务功能能够更健全的发展方向的前提之下，那么我们对于红十字红十字会未来的走向我们内政部是尊重社会各界跟国会朝野对这件事情讨论的结果，那么也会根据这个立法院最终的讨论决定，协同外交部、国防部、陆委会、卫福部及消防署等相关机关对红十字会的运作方式做最好的安排，让红十字会的组织功能更强大，救灾救难更有效率，以符合民众对于我们这个国际人道救援组织的期待。以上是内政部的三点补充。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邱常务次长。那接下来我们请外交部。主席，各位在座的专家学者，各位政府的这个官员，刚刚经历上午呢，听到专家学者，听到我们红十字会，就这个案子呢，那么做各方面的陈述那么个人对于红十字会那么过去很多年来所做的这个人道救援，无论是国际人道救援跟国内人道救援所做的这种贡献跟努力呢，跟付出那么个人觉得很钦佩，也学习到很多那么外交部对这个公听会呢，也准备一些书面资料。我想呢，这个我就简单的从两方面呢来做一个补充那么第一方面呢，我想这个有关于我们的国际处境呢，
那么各位都很清楚啊，各位很多专家学者呢，那么在刚刚陈述的时候也都讲得很清楚。事实上呢，我们推出联合国之后呢，那么我们同一年就这个这个 IFRC 啊，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红十字会以及红新月联合会啊，这个会籍呢就被中国大陆所取得了啊。那刚刚这个学者都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啊，但是呢，纵使如此呢，啊，我们晓得这个我们的红十字会呢，仍然以 IFRC 呢以及各国的红十字会维持实质上面的关系啊。那么以资金、以具体的行动呢，彼此来合作啊。那么进行天灾啦、战乱啦、传染病等等的这种援助啊。那么就我个人呢这个的了解啊，事实上红十字会呢啊，红会也在过去这个外交部所提出的国际人道救援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积极的回复、积极的这个配合啊，比如说这个。也有这个刚刚有学者以及这个红十字会所提出来的哈，比如说海地的新希望村在2010年的时候啊，那么做了很多的协助，在日本3.11地震的时候啊，那么协助很大啊，特别彰显。那么甚至于外交部呢，我们过去在2012年呢，那么也跟红十字会合作啊，来援助东非旱灾这个肯亚的饥民啊，那么这么遥远的非洲呢，事实上。红十字会也做了贡献啊。此外呢，菲律宾的海燕风灾啊，以及赈济这个尼泊尔赈灾等等的，都做了很大的贡献，也得到这个国际间相当大的这个肯定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政府，特别是外交部，也觉得十分的感谢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在我国啊，不幸发生一些这个天灾地变的时候，比如说921的地震啦、88风灾啦、8000尘暴啦，以及这个今年2月6号南台。赈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得到国际红十字会体系啊，那么及时的援助。我想这些也都足以证明，事实上红十字会呢，跟这个国际间的这个红十字会体系呢，以及其他的国家呢，都建立蛮好的这个合作关系啊。那外交部呢，事实上我们对于执行海外人道援助的这个民间团体啊，包括红十字会在内，我们呢都一视同仁啊，以。这个协助国内的 NGO 来参与国际社会跟这个会议啊，那么来炫耀我国的软实力啊，以国民外交的方式来协助政府来拓展我们国际的空间啊。各位了解我们这个在国际间呢，那么很多的这个参与国际活动呢，受到很多的限制跟打压啊。那么倘若有更多的国际参与，事实上对我们扩大国际发展的空间是有相当大的帮助。那么至于呢，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专法是存废方面的，我想，今天这个正反方面的都做了很多的陈述，我想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啊。那么有关于这个，刚刚我们内政部的长官啊，次长也提到过了。那么事实上，这个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啊。那么有另外一个就是公益劝募条例的主管机关是卫生福利部啊。那么有关于这方面呢，外交部尊重主管机关啊，内政部跟这个卫福部的意见。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我们周执行长的一个补充说明。接下来我们请陆委会蔡处长。是主席、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那今天。针对委员会召开这个公听会，那我很简要的来做报告，就是首先红会啊，那他过去长期投入国内国际的一个赈灾，我想刚刚都有很多的一些说明啊，我就不再赘述啊。那红会过去在两岸方面哈，其实也扮演很重要一些角色哈。那他多年来见证哈两岸的一个偷渡犯的一个遣返啊，那在相关的一些这个像汶川赈灾，那也积极投入了这个救援啊，那协助各项硬体啊建这个设备的一个重建啊，那另外也在两岸的一个寻人的部分哈，他们也提供民众许多的一些服务跟帮助，我想这些应该都是大家有目共睹哦。那
红会在国内哦，那是历史悠久的一个人道组织，好、哦，那在国际上也有它的一个重要地位。那陆委会支持保留该会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存续运作哈、哦，但是针对外界所关切的它的一个会务运作、财务以及监督这些管理层面哈、哦，那我们认为哈、哦、也应该是要符合透明、公开、监督的一个民意要求哈、哦。那有关红会专法它的修费的问题，那陆委会尊重主管机关的权责以及立法院这边的一个决议。那以上报告，谢谢。谢谢陆委会。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单位是法务部，但是法务部有要补充吗？没有吗？哈，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出席的与会的专家学者啊、哦，大概也让时间让大家充分的表述哦。那我们主管机关刚刚的回应大家也听得很清楚哦。我试图在这边做以下的结论了哈。第一个呢，我想今天的公听会大家都肯定红十字会是个人道救援组织，它的工作成果跟付出，我想从刚刚政府部门的代表每一个部会其实都肯定哦，就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包括今天可能有本来主张要废法的这个代表，也都肯定红十字会它的整个工作的成果跟付出，这一点大家是毋庸置疑的。那第二点才是说，我们去讨论到底这个法的废跟修怎么样是对未来我们整个中华民国台湾，我们要参与国际的组织连结，可以让它发挥得更强大，然后可以做得更好，是废了比较好，还是修比较好？那这个议题呢，我想这个官方的意见大概都是尊重立法院这边的一个意见了，我想今天出席主管机关大概也没有定论，但是我想大家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过去跟国际的红十字会有合作的协议，我们有实质的连结，我们可以进行各项的人道救援工作，甚至我们要去实践日内瓦公约的精神，那我们国内的红十字会法专法的存在的必要性，它是不是是一个重要的连结？那废了之后，你的配套在哪里？我们刚刚其实都没有听到配套，就是主管机关的配套，现在看起来其实是还是未明的。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我想未来还可以有更多的对话跟讨论，但至少今天可能有红会的代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联合国里面，我们有席次，就是代表。这个台湾的红十字会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但实质的参与跟连结跟工作，他们刚刚秀出了很多的合作协议书，这一些通通都是事实。包括我们在2006大地震，整个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内建的资讯系统，也都可以让我们PO上去我们国内的一个实质的灾难的情况。那如果这个已经透过事实呈现出来，我想我们。已经有召开今天的公听会，未来大家可能不应该再去做不当的连结，说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组织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就达不到任何的目的。我想刚刚其实很佩服刚刚这个李教授啊，他其实有点出来啊，我们台湾现在多的是我们都没有加入联合国任何的会员呢、啊，因为我们早就1971年我们已经失去这个代表权了，但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努力跟方法，包括我想刚刚其实黄定律师也提出来，我们的两公约，我们试图透过国内法的部分，我们来实践我们一个国际的公民，我们应该要参与的角色。我们的 CEDAW 公约，我刚刚讲过的，我们的儿童权利公约，我们的身心障碍的公约，事实上我们。这几年来的努力，我们都是虽然联合国不肯承认我们在联合国上面的地位，但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没有置外于国际社会，我们一样透过我们的方式跟行动，我们积极要跟国际产生连结，我们要善尽我们国际社会的责任。所以我想最后就是大家可以共同来思考，今天红十字会法存废的问题，到底是要透过修法还是要废？对于我们将来，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组织继续存在，
然后可以发挥更强大的功能，而且可以跟国际社会产生更强大的连结，到底怎么样做法会是最有利的做法？我想今天有非常多的论述，我也希望社会各界大家听到了今天的这个公听会的内容，大家在很审慎的思考。那至少我们今天召开公听会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立法院里面的讨论，我们是一个民意代表的机关，我们应该要经过一个更公开透明讨论的程序来决定一个法的存废，绝对不是用国会的多数不经过讨论直接要在院会直接要架空委员会的权力，然后就要进覆三读的方式去废掉一个法令的存在。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越来越会有的共识，因为今天公听会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的资讯，而这些资讯都足以让每一个委员或者是更多的我们社会民众对于红十字会法的存在与否可以有更客观的资讯，然后自己做出一个判读。所以我想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各界的这个专家学者的代表出席今天的公听会哦。我们每一位都从九点到现在足足超过三个钟头的时间哦，不管你代表是正的意见还是反的意见，我觉得积极的投入跟参与都是最重要的精神。而很多的事情我也相信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我们透过不断的思辨讨论，那最终的答案可能我们可以透过集体的智慧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而不是只是在说我们各自站的一个立场，我们怎么样让它更好。我觉得我很赞同刚刚这个邱次长他的结论，他今天指出了三个方向就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方向。红十字会有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我个人也觉得有，就是说一个组织存在那么久，时代的变革，他更早在人民团体法跟公益劝募条例之前成立的法，它有它的必要性，但它也会有它的问题，长久的组织运作下来都有它的问题，我们看到问题我们当然要去做一些修正跟调整。那未来这个我想立法院是非常重要，今天也谢谢有多位委员就是陆续来，我们包括现场还有钟孔照委员、林静怡委员也都陆续来参与。那我想今天所有公听会的这个内容，虽然还有很多委员没有来，我们会把它做成报告然后发送给每一位委员，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听到今天公听会上大家的一个发言。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政府官员大家今天的出席然后给予回应。那我想未来这个既然是院会交付这个我们卫环委员会的工作，虽然刚刚内政部是主管红十字会主要的机关哦，那这个案子送到我们卫环委员会来，我们会善尽我们的职责，所以今天是公听会，未来在法案审查的时候，我们也会逐一逐一的来讨论。那如果有必要的话，或许如果社会各界觉得有必要，不排除再召开一次的公听会，或者是我们就直接进入法案的审查。那各位的这个发言及委员刘建国所提的书面资料，我们会列入立法院正式的公报记录，作为本院审查法案的参考。那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呢，这一次的公听会的内容我们会做成书面报告，而且会分送给本院全体委员以及今天所有的出席者。那公听会报告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修法的依据跟参考。那今天真的要再次谢谢各位的出席跟参与，那本席这边也要再次肯定红十字会存在已久对于人道救援工作的付出跟努力，特别今天我们有是志工，两位志工我非常佩服你们在第一线不分男女然后做的救援工作，谢谢大家，谢谢。现在散会，谢谢。